袁医生，嗯，来一下。干嘛呀？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等会儿啊。放下放下，磊子，磊子，磊子，放下放下。英强，爸爸，我在这儿。娟子，我们看看。我在这儿，快救我！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爸爸，在这儿。小舅舅，听话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快把孩子给我！把孩子给我放下！把孩子给我放下！放下！哎，站住！放下！松手！松手！放下！我报警了！这是我亲外甥，你干嘛？什么亲外甥？我放孩子，还报警了！天哪！你赶紧把警察喊来，顺道让警察滴血认亲，看看这孩子是谁的种！你这是拐卖儿童，你知道吗？聂医生，你不要搞错了，这里是我家，不是医院。走，我们走。磊子，我们走。好了，磊子，聂医生，你们先走吧。我赶紧跟你们解释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我告诉你，磊子，你的孩子，你把孩子我，妈，